在80年代初，廖承志家庭的一张全家福向我们展示了他们和睦温馨的生活。照片中，廖承志这位备受尊敬的人物穿着浅色的衬衫，怀里抱着一只宠物狗，显得格外亲切。他的妻子金普春坐在旁边，气质优雅，仿佛是家中温暖的灵魂。他们的儿子廖辉、儿媳赵汝恒毕恭毕敬地站在后面，他们的存在为这个家庭增添了几分庄重。廖淮南等几个小孙子们围绕着他们，他们的天真可爱和无忧无虑的笑容是这个家庭的未来和希望。